壮志匡神州，拔剑斩妖氛，勇士战场死，落戏葬英魂。而龙飞是种时间，总有庆祝的一天。带走。啊！哎，你们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抓我？特侦处，抓的就是你。你们，带走。是是。打倒反动军阀！你们镇压学生抗日游行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放开我！军赵良栋来电说，抓住了劫持海十一红军战俘的疑犯，通知团座去会审。袁弘，张雷到，调起卫队，赶赶走。是。吕座，人还有一口气儿，属下怀疑那个女学生是他的同党，就一起抓回来了。嗯。袁弘，袁弘，袁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袁弘，叫军医，抬我屋里去，快！是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让我们进去。啊，团长，我们怀疑带头闹事的女娃是共产党，他们就在里面，我们要把他们带走。你说什么呢？里面那个女的是我们团座的妹妹，男的是我们黑马团总教官。瞎说，这哪有什么共党啊？走。团长。还说，埋了你。走。走走走走走。团座，他虽受外伤，但脏腑却无异常，昏迷不醒，吊着一口气，症状怪异，属下从未见过，只怕是废物。就会切胳膊切腿是吧？啊，滚！滚滚滚滚滚滚！韩团座，这些军医狗屁不通，你在洛西手眼通天，就真没别的办法。你就眼看着我远侯兄弟就他是你兄弟也是我兄弟，你以为饿不起啊？哎，我倒想起一个人来。高兰成，
有一个神医叫孙继慈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他能够起死回生，专治疑难杂症，不择手段，一定要把他带到这儿来。明白。大小姐，既然你们都已经找着救人的办法了，我也该走了。你听个解释，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众目睽睽之下，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是反动政府镇压学生抗日游行的黑打手，而我就是被你镇压的无辜学生。韩长官，从此以后我们就不是一路人，告辞。大小姐，这位长官，请问我可以走了吗？你自便吧。梁栋，你口口声声说远红是你的兄弟，你怎么能把他给绑了呢？他可是哥的总教官呢。这事儿说来话长啊，我也没想到跟远红在这样的地方见面。来，咱们进屋慢慢说。